2000多年前，中国纺织人就以自己的产品铺垫出了一条通往世界的思路，为大汉王朝的声威增光添彩。1000年前后，这条思路依然宽阔灿烂，为唐宋盛世锦上添花。21世纪的今天，中国纺织人又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铺就了一条现代思路。沿着这条走出去的开放之路，中国纺织业踏出了属于自己的全球化时代。沿着这条路，中纺联锦集团历经10多年的发展，业已建成10大分中心、15个服务网点，遍布全国各纺织协服产业集群。集团以产业提升为己任，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标准确立为目标，以解决方案为手段，引领产业共同成长。沿着这条路，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精心指导下，由中国纺织信息中心等相关行业机构联合组建国家级纺织面料服务平台、国家纺织面料馆，提供产品展示与推广、产品研发与认证、行业培训、资讯分享等专业服务。目前已开设的国内馆有北京、大连、青岛、柯桥、西桥、虎门、盛泽、福建、河南，中大商圈珠江分馆、国际馆由美国洛杉矶分馆。通过网络化布局、信息化建设、专业化服务、配套服务方案、多元化活动，联动海内外纺织服装集群与优秀纺织企业，为行业提供全方位纺织面料解决方案。沿着这条路，中纺联锦集团成为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直属的权威公正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设备先进齐全，检测范围涵盖纺织服装、箱包、皮革鞋、辅料等多个领域。2016年11月，验货事业部及深圳办事处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中纺联锦集团正式向检验方向发展，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检测检验品质保障服务。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的开拓创造之路，是东方大国走向世界的开放之路。今天的丝路是新时代一带一路的深度交融之路，是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从纺织大国走向纺织强国的腾拔之路，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辉煌之路。